杜哥，请他要求你把整个表格框起来啊，整个表框起来以后，选格式、储存格、外框的部分啊。第一个，外框为蓝色初实线，所以次出就这个，次出的蓝色。然后呢，我选的是外框啊，外框蓝色是初实线，里面的话内框为浅蓝色细实线，细实线是这一个。浅蓝色，啊，细实线这一个哈，然后点内线，啊，内线，好了以后按确定就行了，啊，好了以后按确定就行了，啊，就画出来了，结果。